如果真的要比较这六个我的分数，我真的会给这个比较高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然后今天历经风波，因为外面下大雨，我终于把甜甜圈带回来。其实呢，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开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到1月31号限定的甜甜圈就不会再有了，然后这个是蛮特别的，所以今天特别在最后一天把它买回来，一点都不跟风，因为我最后一天才买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想抢食，是有狗想抢食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，大家看。六种，那其实这六种就是，这个才这个跟这个两个，这两个是就是1月31号之后就没有了，所以不好意思哦，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你吃不到了。看一下，噔噔，有没有这种透视镜的感觉？它虽然其实有点小，可是其实因为你知道台湾卖的那种甜甜圈啊。它其实是比较蓬的，然后因为台湾甜甜圈是比较偏面包的口感，但是因为其实哦，不管是日本或是美国，他们那种甜甜圈，他们都是比较甜腻一点的，然后口感会比较扎实的。这样来试吃的哦，我在想是不是我把它剥开来看看好。哦，那它里面有一点。你看这个就很像那个披萨里面的芝心的感觉，但它里面这个，我看大家讲是说它里面是卡斯达酱这样子。你知道这种甜甜腻腻爱吃甜食的人，觉得真的是棒呆了，很幸福。好，我们讲一下它的口感。那因为其实它，我就想要觉得它外面是用那个糖粉，然后上喷香，会变滋，然后就是变有那种烤焦状的感觉，然后所以外面的口感会比较脆一点，然后进来里面就是面包的那种扎实感，它是那种湿湿润润的扎实感，然后在里面就是真看到了。它的那个卡斯达酱，真的，我觉得甜甜圈顾名思义就是要甜，因为如果它不甜就不叫甜甜圈，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就是西方他们的甜甜圈是蛮符合我喜欢的，而且现在我需要增肥，所以我会觉得这样 OK 的。不怕胖的那种概念。好，因为还要再吃下一个，因为我就是一般人。原来是另外一个，也是到1月31号的。刚刚这个比较普通，你没有说普通啊，应该是说，但是内馅应该就没有那么
像刚刚那个有卡斯达酱，我猜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有点像那种 Oreo 的饼干吧，然后加白巧克力这样。它这里面就没有那么腻，因为它这里面只是扎实的面包的感觉，然后是没有内馅的，所以比较不会觉得太腻。你看我感觉比较炸掉感觉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有那个有点那个算是奶油在里面吧，这边有一条线，微微的。还不错，我比较起来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白巧克力跟这个两个是不太相同的。如果真的要比较这六个，我的分数我真的会给这个比较高分，可能它比较绵密吧，这样。然后你觉得有喷枪这样喷上去，其实它味道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。就像比如说寿司，鲑鱼握寿司好了，可是它不是也会有那种上那个先那个叫美乃滋，然后再加那个糖，再用喷枪呢，然后就是它吃起来就会不一样。虽然它是会有变熟一点，就是炙烧鲑鱼寿司。就是像这个，这边是炙烧甜甜圈，有没有？完全就会有感觉稍微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，我觉得会是我里面的第一名，可是大家吃不到怎么办？有点抱歉。然后如果是真的要选第二名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。虽然我刚刚没有特别的评比，但它就是比较。普通，但是好吃又，有白巧克力又巧克力饼干这样子。那如果真的是第三名，大概就是草莓吧，这样是饼子。虽然我喜欢吃肉桂，因为它肉桂比较真的是蛮普通的一点，它就是上肉桂，然后再加糖粉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来吃这间的话，可以看看有没有特别限定口味。我其实我在那个店铺的时候。黏的我到处都是。店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抹茶的，有些抹茶控的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我没有特爱吃抹茶，所以我没有特别买抹茶的甜甜圈。然后抹茶又有两种，然后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如果真的是突然很想吃甜的食物的时候，可以尝试看看。然后是聚餐的时候，朋友带一盒去朋友家，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这样子。好咯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那一样，如果觉得这个影片不错，帮我按个喜欢，赶快 Cube 钱钱出来拉票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就是也想再看你吃什么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或者是说，你对影片上觉得。还需要改进什么也都可以跟我讲，反正什么什么通通的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，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只是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互动，然后并且想看到什么样的影片更多，然后可以跟我分享，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红茶拿铁，然后配这个，然后在上班的时候。下午茶有饮料有甜甜圈，你知道这有多么令人羡慕。